好，继续呢，在今天的日韩音乐风，我们请各位朋友来看到这一本场刊，就是来自 Ren 的 Renism 啊 ，Renism 的场刊。那里面呢，我已经翻过了，有一些相当帅气的照片啊，包括像这个 Ren 跟摩托车啊，你看到这个照片很帅气，对不对？可是更厉害的，其实在下一页，因为 Ren 把那个安全帽拿下来的时候，你看他整理头发的样子。哦，帅吧啊，对不对哈？好，这是一个连拍的画面啊，把 Ren 呢这个最帅的感觉给它呈现出来。而且里面的这个照片呢，像这个看起来就有点落寞，好像感觉上有点小受伤的 Ren， 对不对？后来他走进去了一间厕所，你看，结果发现竟然流血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这应该是有一个剧情的，一个很特别的。这个场刊，不过呢，在里面呢也有 Ren 为了演唱会非常努力在彩排，然后呢跟工作人员啊，还有跟这个乐手老师啊，大家一起互动的画面。好，这个，然后彩排的时候都穿白色背心啊。然后呢，如果练舞呢，我也可以给各位看一下，里面有一些这个练舞的照片。练舞的时候呢，他就是会让各位歌迷知道，就是说其实他真的用一种。真心很认真的啊，在练习，因为呢要边唱边跳，所以呢你看他光是在彩排室也都是汗流浃背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在这本里面呢有很多 Ren 相当精彩的一些照片啊，那我们也非常期待 Ren 的这场演唱会。之前不是有传说中的演唱会，好像听说有可能会来到高雄吗？但是目前到底会不会来，我们也还不知道。如果有的话，好，我们就尽快让大家知道，好不好？OK。